我跟彭于晏还有余文乐唱歌，这个是我在没有出道前，我跟他们去唱歌，然后彭于晏就是全程帮我拿外套。因为他喜欢你吗？好，反正那时候就是我的朋友，他是在香港就是跟他们是玩在一起的。然后那时候彭于晏跟余文乐就他们来台湾，然后我朋友就招待他们。而且重点是我那天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有彭于晏跟余文乐，是我朋友说你要不要来唱歌，然后一进去，然后我就像大神一样提一堆东西，他就看到我就是没有手拿东西，他说那我帮你拿外套。彭于晏，彭于晏帮我拿外套，然后拿到我忘记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健忘症的人。然后后来吃完饭之后，我就直接因为就是要回家了，我就直接叫车，然后后来他就跑出来，他就把我的外套穿一只袖子，就说：“哎，你的外套这样子。”喜欢你啊？不是，是那时候他只是人很好，就先帮我拿着，然后拿完之后，就是后来我要走了，我忘记他只是这样套着，然后说：“哎，你的外套。”就是让我比较醒目，所以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要上车了，所以他可能他就赶快给我，我就说：“好，谢谢，拜拜。”